你要去哪一个地方？没有，我还没回基地。是啊。对呀、啊，我可以上来呀、啊。啊，这个太小了，我进不去了。对呀、啊，这个太小了呐。好啊，你要溜滑梯啊？下面有人啊。哎，你怎么就上来了？你不是溜下去了吗？你好啊。你好啊。我们昨天是不是玩丢树叶？有吗？有。你要去玩丢树叶吗？我要去玩丢树叶的。嗯。可是你看大家都进去排队了。不是，你要直直塞车了啦。你要直直的。全部都溜下去了，还有一个人躲在里面，我看到他了。